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叉子，今天来到真正的老家了哈。这几天很多家人们问我怎么不去包鱼塘啊？先去看一下真正老家这边有没有鱼塘，跟随我的镜头，出发。随回忆轻轻闪过，陪伴我在这一生匆匆走过。车循环千千次阙歌，红颜随愿一生中最爱，只想一生跟你走，流浪花暗里着迷，梦仍是一样，傻里封锁我一生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去前面的食堂那边去看一下有没有鱼塘可以包的，有的话就准备下手了，包个鱼塘。我拿个桶去看有没有螺丝先。随回忆轻轻闪过，陪伴我在这一生匆匆走过。车循环千千次阙歌，还有两只狗啊！没事，我是这个村的人，你看这狗，你看，是吧？对我这么亲，是吧？真的，所以你是哪里的人，狗都对你亲。我不咬人吧？叉子，这里有一个塘，但是这个塘不养鱼。就你看现在也没有水了，干净了，干枯了，今年天干嘛，天干，地也开裂了。真正带我去找鱼塘，鱼塘在那里，还要多远？有那里好多一堆后面来了两只狗啊，看到我们很特别的心，尾巴一直摇个不停，知道我们是这个村里的人。老板，正在，你这个村子里面有几个鱼塘？我们村那上面是，因为那边以前也是种，也有种稻谷，现在很远就没人种了。哦。那里有几个池塘，以前我们摸螺丝都在那上面，但是不知道现在荒废了没有，没人管了。这里有一个也是可以摸螺丝的。你现在是摸螺丝还是剥鱼塘？这里有鱼啊，别人说。有鱼是吧？嗯，我去看一下。有鱼的话，给它包起来吧。嗯嗯。去捞鱼。对。大家拭目以待，看一下今天的鱼塘能不能给我包下来。往这里过。这哪里路啊？往那上面可以。这狗怎么总跟着我们？跟你很熟吗？啊，跟着你村里的一直发呀。哎，快到了。到了吗？嗯。在哪里？咦？你是好久没回来了是吧？啊？鱼塘在哪里？你的叉子啊，鱼塘呢？这就是鱼塘，这里啊，水都没有啊。这真的是鱼塘呀！你有好久没回来了啊、哦。这个就是鱼塘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天干旱呀，这个土都裂开了哈，你看，看有没有鱼干，看一下有没有泥鳅哈。你还叫我剥鱼塘，我的妈呀！这是什么？那个贝壳的壳都干掉了。这个是扇贝。也是扇贝。
你还带个桶过来捡螺丝啊？螺丝都没有。我妈妈都说到这里捡螺丝呀。那我们去另外一个鱼塘看一下，下面还有没有鱼塘？啊，有。那我们再去另一个鱼塘去看一下吧。嗯。走吧，下狗。今天变天了哈，好冷啊，感觉衣服穿小了一点哈。这两只狗。嗯，不是，他是啊。嗯。以前我们割完稻谷啊，就喜欢到这地方去挖泥鳅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。以前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个孔，这么小的孔。哎呀，看不到啊，现在。现在用那个机械割的稻谷，就看不到那个。这个东西，你们小时候玩过没有？我们小时候使坏，就喜欢盘到别人的头上，然后拿不下来，来啊啊，这样子。还有时候这样放下去还揉几下帮别人，那就更加惨。哎。噔噔噔噔。这个鱼塘可以。现在目前我们村唯一有水的一个池塘。看到没？我身后有个鱼塘哈。包不包？把它包了吧哈。你们这个鱼塘是谁的？我们家下面那一户人的。那人在不在家里？在。叫他出来谈一下吧。唯一的一个有水的池塘。嗯，这个鱼塘挺大的哈，家人们。这是我们村口的一个门面。你们去把它摘下来联系一下。我是不忍心啊。怎么不忍心呢？都没水呀、啊，我们村里面。这个不是有水吗？抽了这个水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天上会下雨、啊。也会不会吓人呢？这个水，他说抽干了怕没有水。黄河之水天上来哈，不用担心这个没有水的问题啊。我不忍心。看我过来干啥嘞？我是要你包那些塘啊。那个没有水的塘，还要去包吗？鱼都没有一条。我怎么知道没有水？这个水，这是我们村里面村口子上的。我们现在去找一下那个鱼塘的主人，去跟他谈一下。他家就在上面是吧？种菜的，种干嘛的都要往这里挑水。那咋搞？不包了吗？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是吧？你去包水库不？水库包不了，那个水库到那个山顶上去了，家人们。这个水没了呀，这么多水。把这个水抽到田里面去啊。抽田里。不可以吗？你看这个田这么干旱，你看这个稻谷都还没熟。这个真的是我们村里面别洗桶啊，是什么？这稻谷用的，用的。那就不包了。是不是唯一一个鱼塘，真正他说他把水抽干了不忍心，所以现在我决定还是算了吧，我们去摘辣椒吧。现在今年的天气太干了，我们这边出水不限他们有地方。你那个辣椒长出来没有？长出来。我们去摘点辣椒回去吧。舒和妈妈，家人们，虽然我们的鱼塘今天没有包到，但是我们摘了很多新鲜的辣椒，准备带回老家，准备带回家啊，用来炒菜是蛮香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吧，我们今天就准备回去了，再见，拜拜。